李主任好，剃头匠陈深，主任的记性真好。今天这六个人是你抓住的？对，都是陈深带的队。干得好！是处座，指挥有方。不，多亏了李主任的情报，我们才能一网打尽。重亮，得感谢这两位贵宾，我介绍一下：重庆方面军统机要处的主任唐长海，刚从重庆过来。特工总部。 特别行动处一分队队长陈深，幸亏。这位是唐山海的夫人，也是我的表外甥女徐碧成。唐太太你好。陈队长。主任，我们进去边吃边聊。好啊。 今天就是给二位接风洗尘的，来，请。主任请。来，请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走。来啊，诸位，各位同仁前赴后继，弃暗投明，此乃我新政府之大幸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剃头匠，啊，你怎么还是不喝酒啊？还是学不会，主任多包涵。 酒不能喝，枪也不敢开，就奇怪了，子弹就全绕着他飞。这是你手上的一员副将。是。钟良，哎，商量个事儿。你看商海他刚刚来，对这边的情况也不熟悉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带带他，在你手下谋个差事。行动处。 二队队长的职位暂时空缺，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委屈了。职位不重要，上对码头跟对人才重要。说的太对了，现在是乱世，啊，我恭喜各位，在乱世当中都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。敬各位。今天多亏了唐队长的消息，咱们成功端掉了军统六人小组，这样天又可以睡几个安稳觉了。毕处长太客气了，鄙人初来乍到，一点见面礼总是要带的。现在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处击溃，就算拉了共军结盟也没有什么效果，唯独这个军统总是搞一些暗杀动作，让人不得不防。是的，戴老板的军统军风队最近做了不少小动作。民国28年新政府成立之前。 就连丁世村都差点被一个女特务在西伯利亚皮草行给干了。那个女特务叫郑平如。哎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老丁这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新政府成立之后呢，飓风队这风刮的就更猛，青帮头目张孝林都没能幸免，就连傅小安在自己家里边都让人给割了脑袋。所以各位。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。听说新政府里面所有有脸面的人物都已经上了飓风队的黑名单。是。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。像汪先生这样为国为民的领袖，值得我等誓死追随。说得好，我们应该为能有汪先生这样的领袖感到荣幸。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 周亮，哎，来，我请你。还有一件事，碧城啊是我的表外甥女，她在黄埔十六期受过训的，现在在家里也做个太太，这样的人才委屈了。要不这样，在你的总处里面当个职，你觉得行吗？这，是不是有些屈才了呀？ 还请毕处长多多关照。别别别，互相关照，互相关照。哎，毕长，上海，敬处座一杯，是吧？敬处座，客气客气。来，敬你们二位。主任，您看宰相的事情，如何处置上？审得出来就审。 如果审不出话头精来，就送到南京去。明白了。毕太太。
气质很好。这件事情我会。您的上海话真的很好听。哎呦，唐太太，你可真会讲话。唐太太，你是哪里人呢？苏州人。苏州人，哎呦，苏州人讲话那可像糯米一样的。陈队长，再会。唐队长晚上住哪？孙秘书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国富门路。陈晨，你开我的车送唐先生还有唐太太回去。好，正好行李也都在我车上，明天你再来家里接我。遵命。唐队长，唐太太，请。再会啊，唐太太。再会，主任，孙秘书。再会啊，再会，再会。唐太太，哎，去我们家打麻将吧。阿宝还没下班啊？陈队长，这就走。你的？哦，谢谢陈队长。我送你们上去吧。不必了，我来提。今天时候不早了，就不约陈队长进屋坐了。那行，那你们先上去，我先走了。陈队长辛苦。陈队长再见。应该的。你的箱子，谢谢。我看了，我可以睡在书房。今天咱们这关算是过了吗？戴老板计划周密，让我先送六个军统人员给他们做见面礼，应该已经初步获取他们的信任。今天话很少。你不是嘱咐过我吗？言多必失。必要的场面话还是要说的。我怕我说不好。那个陈深一直在看呢，我只是在想，这个叫陈深的有没有可能认识你？希望你能明白，我们这次的任务十分危险。既然以夫妻的关系示人，就不能在外人面前露了马脚。而且如果你知道敌人的底细的话，也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。我们之中一旦有任何一个人暴露，两个人都很难存活下去。他是我在黄埔十六期时候的老师。